我是充满江这个石家曼省天门公会生哈，也是送行公会的这个书理主席，也是我们这个每年这个元宵盛会的这个整个总策划了。然后我们今年这个素心公会呢是庆祝130周年这个成一个百年观音庙的这个盛会每年我们的这个元宵节呢是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盛会了，所以欢迎我们的所有的听到的播种了哈，还是来自各地的来明往来我们的这个港欧妹亚尼欧的这个盛会。然后在今天晚上可以说是这个盛会的前一天就是我们依照传统呢都有我们潮州人讲是衰龟楼的这个活动哈，就是洗街了哈。所以今晚有大概有就是从我们的锣鼓队车队大概有10多个队的队伍参与今晚的衰龟楼的这个这个游行。然后我们也是今晚也是有我们的歌舞台的表演哈，歌舞台都是我们的本地的一些的娱乐节目。今晚主要是应该是紫川阁的这个排舞班的所跟这个佛教会的所呈现的一些的歌舞节目了今晚了哈，所以也欢迎大家到今晚这个庙会来观赏。除了这个歌舞台也是有这个灯会的这个比肩，然后这个带给大家观赏了哈。所以这个几个晚上呢都从初八到现在呢整个活动呢都很顺利了，尤其是我们在昨天开始就有这个法师在我们做这个宗教的这个法会活动昨晚有这个火供，今天有这个蒙山等等。然后明天早上呢我们明天早上9点我们在主殿那边有一个供一起的这个我们潮州人讲家祭啦，就是拜拜的这个仪式啦这个我们每年都是有这个供祭拜拜的仪式啦。主要这个早上这个供祭拜拜的仪式呢就是在25年前我们本来早上也是有游神的，所以我们改为在我们庙殿上做一个大家的一个拜拜参拜仪式，所以这个参拜仪式过后呢我们就下午呢就准备这个游神的仪式了我们今年有80多队的这个队伍，来自除了我们石家曼的一些的队伍呢社团呢，我们还有来自鲁班都县木中省还有沙多还有十里街，然后今年主要还是还有好多队来自古晋的龙蛇团包括西连的龙蛇团都来参与了今年可以说比较特别的就是各地的这个队伍的都也来参与有记录的团队团体呢现在有82队左右了明天可能有一些的队伍临时的参与，大概有应该有90到100队左右，所以也感谢我们的这一次也得到有好几队的官方的这个队伍，包括 JKR 还有消防局还有这个建议还等等的几个政府团队来参与。然后明天我们也得到一些的官方的一些的领导来在我们的司令台那边观赏，包括主持一些的仪式也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的金沙的这个公务局的局长
啊，他也会到场，包括啊我们的这个啊纳多麦丢哈，他们也会来附近的，包括我们啊斯里兰曼的一些的政府长官，包括省长呢，都来我们的啊参与我们的这个盛会的啊这个啊给我们祝那个哈啊。给我们关了哈，就是这样哈。在这里也呼吁我们的民众呢，啊，早为了交通的一些的问题呢，我们呼吁民众早点啊来参与或者来看这个雅尼尔的这个盛会。啊，我们的花车以及一些队伍呢，应该在3:30-4:00左右呢。就开始啊排成队伍了，排成队伍以及一些的准备工作，然后交通方面呢，当然可能在啊 traffic 跟 JPJ 应该会在啊一些路应该会啊 block 一些路段了哈，啊，然后我们也在应该在6:30左右，我们将举行这个抛杯请神出游的这个仪式，啊，这个仪式呢，啊，应该会在啊大荧幕那边可以看到了。这个是一个很庄严，以及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仪式了。所以我们相信明天晚上会很热闹。所以若啊，应该大家为了啊交通的问题、堵塞的问题，应该早一点来到场来参加啊，共沾这个法益了哈，共沾这个啊这个热闹哈。